董 Sir， 系咩爆炸品？世界上最细嘅核弹之一 ，Data Truck。潘成峰，你涉嫌同一单爆炸案有关，你自首啦！唔关我事噶，你系我死党啊嘛！你咁偏帮我，我都翻转头噶噃。全世界都以为个炸弹系你放噶，得我一个知道，你系去拆炸弹。手拉你翻，你试下。讲我听，你仲可唔可以继续你嘅任务？我而家好多嘢都唔记得，虽然我唔记得佢哋系咩人，但我真系好难过。你哋揾佢查恐怖分子啊！佢连自己有冇做过警察都唔记得，你哋系咪人嚟噶？冇人估到会变成咁噶！你先走，唔得，要走一齐走。